不要对我有任何的复杂的猜想，没有这些什么节目什么搬到第二度的打算，有就要转 server 啦，是不是大家不要想那么多东西，刚才那两个还想这些东西，不是心肠歹毒就是愚昧的啦，不要想那么多。如果有些正如、真的还想讲的，那我试一下看看怎样、安放在怎样讲法啦，到时候。但是有一句讲了就是算的，都是再讲一次，就是中立犯罪科完了之后呢，我就不会再做专门讲日本案件的节目的，因为未做过咩大佬，除非有除非哦想食言，除非有条有五条友，而且有个即德高望重先生，哇吓啊兰生，我嗰日食紧卤水，我啊睇到呢条咁嘅契弟又好似讲嘢几典型喎，啊我掟几亿俾你港币，我送埋间贝沙湾独立屋俾你，啊你帮我做呢个节目好唔好？咁我梗系要好啦，食住卤水我做啦，对不对啊？冇咁嘅可能性啦。虽然讲完好。